你们最近在讨论我国的那个什么天价冰淇淋啊？你们叫它雪糕是吧？那个天价雪糕长时间放在室温不融化，甚至用火烧也只会烧焦，半点都滴不出来。你们就想借这个机会再黑我国的食品是吧？我跟你说，门都没有。其实那根温度计啊，跟那个火枪都是假的，才怪咧！你肯定会以为咱们会这样说，是吧？咱们才不会那么的不负责任。你们听好了，咱们的雪糕都通过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，所以对大家的健康是绝对没有影响的。所以无论有多硬，你可以安心的吃。而不会融化的原因，是因为咱们加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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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安定剂、乳化剂，才不会融化的。更何况你们吃雪糕的时候，不会觉得滴出来很麻烦吗？还要赶快吃掉，不会觉得一点都不享受，甚至会吃到牙齿疼吗？因此，咱们的雪糕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就是那么的以人为本。就算大停电，咱们的雪糕也能经得起考验，不会融起来，只融在口，不融在手 ，and 其他地方。甚至遇到火灾，你的情人背叛你也好，咱们的雪糕都不会背叛你。而且还可以吃到火烧雪糕的新口味，咱们连雪糕都如不可破，老美你们怕了吗？所以你会如常的吃咯？不吃。